就像那个浪沟了，该休息是吧？嗯。中午你该知道，就是是吧？要尿，那样子，该叫写字了，是吧？是再不叫浪了，不叫他玩耍了哦。就中午跟你玩，下午上午写字，啊、哦，你给他，你给当他老师。还要活捣蛋，你就管他啊！哎，现在你说能恢复到啥程度？有些血管的神经就挠疼，没有个正规的治疗办法。是不做，轻死了。要做哪？做啥？要做啥？想给你收拾作业去，不行。我们批准你就不行。跟我做。跟我坐着，不行，看咱俩谁能弄过谁，雷子，你真饿不饿？啊？我给你喝面，不饿。给你喝酸汤面，吃面。喝水一点点。喝一点。
见少，见。差点都劝你检查查，劝你检查，还脸查查，一个检查查就劝会，还脸查，行不？不行，是不行，能行？不行，打马那也查查，确实真不查，还有他姐，这还过不了检查查，是，过不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脸还啥红啥红的，热不热？可把这帮人晒的我可，你看，这帮人这咋黑的，这咋配的，这咋黑的，这咋配的，这咋黑的，这咋红亮亮，姐爱的红亮。见爱的少的是，要么见个还两肥了已经好受的是，拿两手巾扒着见爱的少，就这样子，你还拿两手巾，不行，表六子哥的爱的少，嘿嘿，你想的好钱，啊，你要给宽一表六子，这怎么有表六子？用六子的小碗的，没有的，没有的，动也不用六子啊！我给你动啊！我拿色给你动，拿冰块给你动，动是一缸子凉水，你别还热的是。我说礼拜六送的送，那车子回来了没有？你见的车？见的。
高兴不高兴？高兴的是，高兴的太是。你有了自己的车车是，今天到门口玩了是，啊，娃娃今天出门了。你来了，小老子。
要是你说挺严峻的，这不你看咱们就是最大限度能省到多少钱，你就说我自己这个工资要多少钱，你知道我他干的你就是一定是等我一会儿给你给我看给我给我看我已经在心里，你说你不宽裕说你难遇，知道他这样，因为你这关系想错了，所以你说这话在这种环境下就可能说对吧。哎，教授你看，哥你俩来，那你俩行行，早餐应该是后边这个饮食习惯缺氧，一个也是放一块都很重，不适合做，不是不适合，就是。动舒服，他要是舒服吧，能动的，能动的是能活动，不说话都行，只要能吃能活，那都动的，是不是？他要是动的是从脖子底下都成瘫痪了，那他就不动，行不行？能行，行吧，你反正不想去，那你不想去，你还给他下马。那你妈要回来，那些工资就挣不上，挣不上那咋给你看病？不看，叫回来，不叫回来，就这样远是，也不看病，就这样把你关上，那你不这样把你饿死？我不是，远远就好了。那咋了？叫我不接你妈回来，是？你们最终目的是叫我不接，你妈回来，你叫我父母没信号。我现在工资，你妈也挣不成钱了，管你，我也挣不下钱了，我把钱差不多挣看，那菜没啥买，买粮没啥买，今年这手中不好，明明上学没学费，你看病还没说看，还买油的、买盐的，这都需要钱，交电费也要钱。一分能回来，能回来。
下去，滑不了。我的衣服干净就成了，嗯，日夜不下去，喝不了。嗯，我去跟他那个副业关系兄弟铁的，我估计可能要是再没办法，就是直接提。哎呀，所以我就想法很久了，我感觉我他怎么告诉你？不是，这期他没有办法。嗯，我这想法又不是一个。现在就有个遭遇之前，我想给你反映，就是他并不是在钱上当面想，当然那也有那些好心人、好心单位捐献钱，这有意思，为是给全国，不是有国外也能收到，也有好多就是你热心多着呢，就给电视台费用，或者给你这就是真情人什么写信，就说是他们能提供。或者是物质方面是有的时候，或者是医疗方面或育儿方面是有的。我的意思就是看能通过这精彩九九，因为这个节目人家让提供新闻线索，无私倾听，让提供。对。哦，我刚给朱明丽跟马永新讲，但都没人接。人不在，啊，打窗户他也没人收，哎，啊，对，你给我查一个文艺部的，那我电话挂不挂？我不管你查一个，行。缺气了，爬，要尿，非要尿，不尿，不尿，没事，不是，因为你妈咋还不回来，是吧？就是，那车还没回来，车回来了就回来，知道吗？啊。回来你先看，你往门口看。对，啊，你回来拿脚踹他，不踹，欢迎了他。Thank you.
除非手手乖乖，就不能管。眼不好，眼睛都干涩了。你都不敢见吃东西，吃一吃就咳嗽。哦，咳嗽肯定很多。啊。我把他表嫂说有我的，我明天回上去买去。嗯，我买，那你买去，把两个拉出去买去。我买就买了，我跟我娃的两个我拉出去买去。到第二天去，到第二天就没去。到那前了几天那可过来了，我那一把我买，哎，我那天给忘去了吧回。我都能忘。我这跟你说的那不是皮了，就是他俩那个买的，我这个这设计师皮的，这能一比，这能一挂，跟人还能腰带一紧，娃娃比多拉子拉他看去，这是给开的，没办法，你说说。我就耳朵已经听了老茧都拧了，都贴不出来，堵出来，都弯了，拧出来了。哦，换过来。我一来他看着我，说我腿都软软的，这走都走不通。完了你就把我卖了。卖还卖不通呢，你这。那1700-1800就能卖，你不卖吗你？你非要要那2000块钱？那你不懂不要钱，对不对？那你要懂得用了1700就可以放吗？1700放到10000去了吗？你这个。那你弄不好你就不要给人发。哎，弄的是儿女是靠你的钱，靠你的牛养活我。你给我明知道贷不下款吗？你给我贷，叫我都干上一钩子骚气。跟你说，我不要你管，不要你管，你只管跑过来跑过去要管，好像是我摸你的牛了。
你想看了你就过来看看，你再不要你瞎跑了，你老了你也弄不下，我想办法，你牛你也不卖了。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我也不能给孩子停药，我就是让他挺极自然，不能让他挨饿，就是在我就是经济允许的范围，我尽量而为的，就是挽救他该到啥程度就到啥程度，为此我也把心服了。叫婆婆，叫爸爸，叫爷爸，叫爷爸，谁都不叫爸。叫婆婆。叫婆婆，婆婆不疼，叫妈爸，妈要疼。叫爷爸是爷有皮，叫爸爸是爸肥有筋。不，那不中。他爸肥又紧，啊，他爸不是，我汗淋漓，出汗身体，这下不错。行了，过去。
这一家人也没出个主意，这让别人孩子受这罪了。你说咱们这么多大活人，让这孩子受这罪。但是他奶呀跟我做了就说怎么办，因为我是妈妈呀。我说那个我能想通，只要孩子不受罪。我说我看见这孩子受罪，还不如不出这口气。他在这方面他也舍不得，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下不下去那手，受罪吧，然后他受罪受到头了，就算到头了。就这样吧，该尽的心都尽了，什么时候到头了就什么时候到头了。是，我的脚，我的脚过来，你说个屁可都，你的脚，你那个脚的溜快溜快溜快溜。哥吃奶粉不吃？不吃。连说都不吃。花费。光活水。嗯。啊。哎，奶粉也都不吃。Thank you.
净旱了，吃不完。我混。